来啦来啦！哎，你干嘛？天气这么冷，你穿这么点容易感冒的。哎呀，穿这么土怎么见人？哎呀，你在农村你穿太露，人家会说闲话的。哎，好吧好吧，哎，真服了你了，平哥是你啊？哎，你大姑姐在家吗？什么事啊，平哥？这个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啊，一个大男人婆婆妈妈的。对啊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啦？哎呀，我媳妇叫我帮她买姨妈巾，可是我也不好意思去。啊，你媳妇怎么叫你干这种事啊？哎呀，真是服了你们了，这有什么嘛？给老婆买姨妈巾是对老婆好，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，思想这么死吧？这个还是不太好吧？要不，帮我买吧。哎呀，我给你一包吧。谢谢你啊，小英。可是你千万别跟我媳妇说。嘿，意不意外？他背影那么轻快。嘿，要明白，人会来，就会离开。世上唯一不变，是人都善变。路过人间，爱都有期限，天可。小英，吃饭了。心碎在所难免。大姑姐，你做的菜真好吃啊！好吃你就多吃点。其实农村的生活真的挺不错的，就是大姑姐，你一直在农村，你这思想变得太保守了。啊，不会吧？我们农村都是这样的呀。人是环境的产物，你就应该跟外面多接触一下，一直在农村待着，那个思想很容易固化的。或许你说的对吧，我真的应该多出去外面走走。那我们吃了饭去逛街吧，我带你去买好看的衣服。好。